你鬼叫什么呀？宿主能量不足，赶快补充草药、毒药、各种药。别人吃饭我吃药，一顿不吃还得死翘翘。这古代也不好混呐。我正在找一个人，他吃毒而不死。给我一点毒药吃吧。给我有一夜吃。这男的是不是被我穿越到他床上给砸死了？你看他死不瞑目的那个样子。不得无礼，能为王爷效劳是你的荣幸。甲方王爷，作为合作伙伴，必须遵守互相平等、互相尊重。你是第一个敢和本王提条件的，这是不是你说的撩妹？这舞蹈跳得太好了吧，我也想学。我府里也有。你必须跟我在一起。你妈没教你要讲文明、懂礼貌啊？这是何为啊？何为沙发？一个问题200两，付费解锁完整内容。